高雄前厝边头尾，欢迎收看今仔的风言报道。今日第十二号台风潭尾，今仔半暝的两点四十分，伫福清沿海登陆，登陆时阵是台风登钦。根据福建省气象台发布的消息，今日第十二号台风潭尾伫今仔早起的两点四十分，伫福清沿海登陆。登陆时阵，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十二钦，达到三十五米每秒。半暝三点，台风潭尾离泉州东北方133公里的所在，云中心最大风速是每秒33米，相当于是12级的风浪，并以每点钟22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泉州市气象局在半暝三点发布了暴雨南向预警信号。受到台风潭尾的影响，今仔早起到明仔，泉州将出现集中的强降雨，各地雨量可以达到105到250毫米。局部地区将达到300毫米。今仔到明仔，泉州偏北方转西南方8到9级，阵风10级。面对台风带来强风暴雨，防汛部门提醒竹花、永春要特别注意防范强风灾害。针对即摆各地雨量大并且集中，相关部门要注意强降水可能造成的城乡积水内涝，交山洪引发的地质灾害，提前做好各项防范措施。受到台风潭尾的影响，泉州降雨是增加也多，各项防汛工作是毋是有落实到位呢？另外是毋是在工在位？昨日暗暝，泉州市领导搁一摆来到防汛办，继续检查部署防控台风潭尾的工作。暗暝，泉州市领导黄小平、王祖群、陈昌辉伫泉州市防汛控旱指挥部，交气象水利等部门的工作人员研讨台风动向。关注泉州防警火警，群众是毋是安全转移？我点的领导是毋是到位？泉州市委书记黄小平反复的问，伊强调，各级各的部门一定要杜撰麻痹市场强化这些意向，还是要落实、落实、再落实啊！没有其他的什么办法，就是转移人员，一定要转移到位。人员转移了，我们就放心了。比较放心，如果人员没有转移出来了，首先就是人员的安全啊。市委书记黄小平要求泉州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贯彻落实汪洋副总理的重要批示精神，交省委省政府通知要求，加强各项防范准备工作，特别是要最细最新各重点部位交暴雨的防范，切实地将台风可能带来损失控制到最低程度，尽最大努力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十二号记者发稿的时阵，全市已经转移海上中央、预排用心、空山经验、危险防空、地质灾害点、地势较低所在交危险海化人员，一共是76000多人，实现无漏半个人。昨晚到六号天时，踮伫丰台区东海街道新洲路附近的厝边头尾，感受最深的就是厝内门口淹大水了。不过，过无偌久的时间，这款的现象就未阁出现。昨日暗暝落了也大的雨，不过踮伫丰台东海街道新洲路附近的市民感觉就无同。那是以前，昨晚到六号天时，厝内门口这条路就淹大水，而且暂时虽然路边也阁有淡薄积水，不过已经好了真多。因为随着新洲路的继续改造，因将摆脱洪涝逼流的状况。淹得厉害。淹到什么程度？淹到大约几十公分了，淹到在整个路面，整个路面，都过人都过不去。那现在是什么时候来开始施工的？现在这前两三天吧。丰台东海街道新洲路修建在电视机的90年代，因为当时周围有大面积的农田，地势比较低，加上无铺线，排污排水更多。一到六号天时，规条路就积水。几年前，这个路段曾经进行排水改造，不过还是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即阵时，由黑区街道投资10万加设排水管，并将破损的路面做一修补。预计到这个月底，所有改造项目计可以完成。咱来换一个话题，拍保的一条。8月20号暗暝的9点几，伫泉州市区绿观路顶头，两个男的伫街路顶头相拍。其中一个男的规面计是血，当人送去医院。发生了什么代志？
当时路边经过的市民就先用手机拍了事发时做情景。两个男的骑着车前面开始散发，这幕发生在丰泽区六环路顶头。男三男的情势正激动，而后壁有一个白衫短头发的女的，伊的左手流血，唔过凡是试着要将两个男的分开。两个男的冲突一直升级，拍摄视频的周先生，这个男三的男的自称是白衫女的男，黄衫男的是第三者，车是黄衫男的。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是女的坐在副驾上。男的坐在正驾上，然后男的这叫是躺着的，也说据说是他们两个在里面亲热，好，然后被她老公正好来抓个现行，罚，然后她车门没开嘛，她老公就拿了一瓶啤酒，直接砸向那个前面的挡风玻璃。当时黄衫的男的坐在驾驶室内边唔出来，这个蓝衫的男的就开始对车门乱踹，佮将黄衫男的按车内边拖落来，并用拳头拍伊的头壳。周先生。两个人按车来拍到车花，黄衫男的可能是家己感觉离开，一直脱尿。这个人他就在他后把后门开了，把他的一个包拿出来扔出去，扔出去之后他老婆就下车了，下车都准备去捡包，要准备劝他，但是他老公一下子把他打到地，打倒在地，当时就像拳击一样打倒在地，人是不醒，至少五分钟之后才起来，还是一个过路的女人把他扶起来，扶起来之后头。这已经在流血了，这个女的在流血了，然后感觉到她人很恍惚了，然后她还是坚持在那劝。不过一环是坑无宽，双方冲突不断升级。这当时，一个女的坐电动车经过，没想到男三男的冲过去，直接被推起车顶游行者开始弄车。由于这个黄色衣服的人呢，他想保护他车，不让他砸，但是他去每次弄，他又砸他人，直接砸到他人的脑部两下，然后就我们就看到鲜血直流，就叫他跑。黄衫男的想要阻止蓝衫男的弄车，这个时阵蓝衫男的开始用红绿色弄伊，白衫女的赶紧将黄衫男的堵住。随后，在警察的劝说下，男三男的交白衫女的顺利离开现场。周边群众赶紧拍120，将受伤的这个黄衫男的送到医院。因为他跑到金华街那个方向去了，我们跟着120过去，叫他上车，他不上，他就不上车，然后都回来。回来之后就跑到那个他自行车，可能他来把他车锁一下吧，因为他然后就不行了，人都坚持不住了，然后120把他弄上去了。幸福在哪里？幸福在这里。2013新闻广角走基层，开启欢乐旅程，牵手身边好人，讲述凡人善举，精彩文艺汇演，闪亮明星舞台，快乐闯关，全家动员赢大奖，动人笑容，幸福树下来记录。活动由泉州市委文明办、泉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兴业银行安于人生冠名。好玩、精彩、便民服务，这个周末新闻广角到您身边，真诚服务相伴成长。兴业银行金鹿嫩绿宝洗衣液，万祥商城泉州小商品批发市场。咱继续来拍播新闻。8月19日就是这礼拜八宴，在石狮市灵修殿一个宾馆的三楼一个房间内面。一对后生的男女，当然发现是在黄色的浴室内面。事发的宾馆在石狮灵修殿，最早发现无正常的是这个宾馆的一个清洁工。他们清洁工在打扫这个卫生的时候，发现这个里面被子少了一条，然后卫生间又反锁。卫生间内面无任何的回答的声音，这个清洁工赶紧叫人将卫生间的门顶开，内面一看，大家人惊一下。从这个门的一个门缝里面。就是看进去，有隐隐约看到两个人。民警强行撑开了浴室的门，这个时阵，倒在涂骹顶头一男一女已经无了呼吸。
警方排查发现，卫生局等人动了所有的门窗全部都用胶布以及这个毛巾全部都紧塞着，紧堵着这样子，然后就形成一个这个封闭的一个空间。那接着我们又在这个洗脸盆上面发现一些木炭，后来我们在现场还找到一瓶医用的乙醇，就是跟我们的酒精哦类似含量是一样的。经过法医的初步判断，两个人死亡时间已经超过三点钟，身顶无外伤。民警推断，两个人也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军区宾馆工作人员会介绍，一男一女是前一日八月十八号晚上两点十五分入住的。监控画面显示，当时两个人坐着行入宾馆大门，之后男的来到前台登记，女的是行到边头的等，也见两个人坐着来到三楼这个房间。就对民警做了调查，两个死者身份的时阵，法医阁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法医在检查的时候，因这个女性死者，哦，这个死亡的特征跟我们这个正常这个窒息死亡的特征有点不一样，然后比较白。不然我们一般正常这个窒息死亡身上都会有一些红点，那女性体现出一个很白色的情况。好心的男女入住宾馆，只隔了廿四点钟就给死亡了。现场的这台接上交女性死者身顶的无正常的状况，阿当办案的民警想不明白，看来要解开谜团，交弄清楚因死亡的真相，立案两个人的身份入手。经过调查，警方初步断定是一起有准备的自杀行为。这两个人是上啊，佮有着甚物关系？现场民警根据手机确认，男性死者确实是江某，二十二岁，是贵州一间大学应届毕业生。而女性死者随身除了带了200块现金外，无其他的物件。通过技术手段，警方寻见到了女性死者何某的厝内人。原来这个女性死者她是有身患这个白血病啊，已经有两年多的这个病史了。那么这两年她家里也是说，为了筹集她这个医药费，也是到处这个向人家借了很多的钱。民警介绍，因为白血病病人长期病危。因此，何某死后身顶无出现红点。根据了解，何某今年21岁，四川人，从小就跟父母来到晋江。2012年3月，何某是查出了有慢性的白血病。两年来，因为父母离婚，家境不好，何某是靠吃药来控制病情。不过，这款的保守治疗也用了12万。过了18号中午，何某吃了中午等药就出门了。我就买菜煮饭跟他吃。吃了我到一点半上班，我一点二十就走了，然后我下午下班回去，就他们就说他走了，没带身份证，也没有带手机，然后就只带了200块钱，200块钱一分没花。何某爸母怎都想不到，因查某啊出门以后来到浙西，从此是交因无了联系。唔得对何某点到三十间房间内面烧炭自杀的男的江某，两个人其实唔相干，也唔捌听因查某啊提到这个人。这个江某是他母亲、父亲昨天对他是不是有这个谈女朋友这个事情，他们也不太了解。但父母亲对他说，这个男孩子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个人。哦，应该来说，他这个家庭背景还是很单纯的，叫做说非常单纯的一个家庭，父母亲也都很善良。记者了解到，性格内向的江某在大学主修音乐，也有弹琴。今年七月毕业以后，伊是来到江西，不过伊什么时阵来到泉州，江某爸母也无清楚。最让人想不通的是，因家怎会交一个唔三八的女的做一个死在宾馆的卫生间内面呢？一对双方家长嘅互相唔知影的后生的朋友，三朝来到一间宾馆自杀，确实让人想不通。唔过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其实早在二十几日前，得白血病的女的何某就有了自杀的想法。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先咯，真的真先，大家要承受太多的痛苦，吃不下去。困无好，我真个真痛苦，也想要解脱，无想要承受犯罪痛苦。看到家己查某仔所写的位置，丁英红心内是也艰苦心，伊说也知影因查某仔心内痛苦。我说你，人家说容易三天偷生是不是嘛？你再怎么配合我们治疗，你多活一天是你的福气。我说妈妈，钱虽然是没有了，欠上很多债了，我也在想办法。我们昨天也去找记者啊，我就说像这个社会。呼吁社会向好心人求助嘛，还流换骨髓，你就能活了呀。丁英红说，因查某也同时知影厝内欠人也侪钱，协商治疗也需要也侪钱。为此，去年年底，因查某到酒店做了收银员，一直到今年五六月份，因为身体挡不掉才失踪。7月25号是何某21号生日，一日伊更新了 QQ，
说生日要变成节日了。也有人看了以后，加发短信来抗议，伊皆无回应，只好将手机 QQ 顶头的所有信箱给删删。丁英宏说，伊交因人各自重新组成了新的家庭，因查某长期伫两个家庭之间往返生活，加上心理暗凉，囡仔可能才决定放弃生命。对不起，我是一个不好的查某啊，无妨甲恁容忍。再见了，我亲爱的爸爸妈妈，我爱恁。如果我的尸体可以找到，我也是希望将我的骨骼也向大海。对交因查某啊做一个自杀的感冒，丁英宏说，也可能是因查某啊伫网顶三八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江某伫两年前曾经想着换专业，毋过无成功。今年七月毕业以后，伊也因为找工作曾经拄着车间。阮无妨知影何某交江某来到这赛之前时间，只知影8月18日暗晡来到宾馆以后，两人伫浴室内面将浴箱被封起来，小叹结束了家己后生的生命。来换一个话题，说说插座。插座是一个小物件，毋过100回的插座挂伫烟柜的墙面顶头，就也引人关注。特别是有一个插座顶头，也阁露出一大截的电线，即段过往的行人也担心。伫泉州普赛路连接泉州路交宝洲路即个路段，烟柜一边有一段几百米的墙壁顶头，即段墙壁的卡每隔2米就有一个插座，记者算一摆，差不多有100回的。这座插座有的是真破，有的内面无半行，有的插座是伸出了小草，有的插座露出了一大截的电线。这个路段行人真多，并且内面是一个主题小区，各位行人更加担心。那看它里面有没有线头喽？哦，那边那个有线头啊，那是挺危险的嘛，下雨天。为了知影这座插座到底是唔是有断电，记者特地伫附近的对面接来一支电笔，试了几落个插座，才知影这座插座计无通电。边头的居民介绍，这座插座原本是土吉大白团上欢迎的，即阵是断电迁移，唔过这座插座留落来，虽然无断电，唔过规排插座就安尼挂伫墙顶，也是也歹看。我也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将这座插座拆散，当市民一个整洁的环境。咱续落来来看一条更新。18号，考试学生研究会举行组合奖学大会，全市128个考试学生得到奖励条资助，最高金额5000元。这是考试研究会两年来奖励条帮助学生第一次一摆。自2007年以来，考试学生研究会奖励条帮助考试学生800多个人，并且率中生团尽量照顾困难考生入学的宗旨，根据学生家庭困难程度分级来资助。凡是泉州地区生源，而且是泉州地区户籍的考试学子，符合条件者，皆可以申请奖助学金。咱来看一摆，今仔也顾啥物值得关注的资讯。财政部今日下发关于推进省议的预决算公开工作通知，通知要求各省的全面公开省金预决算交三公经费的基础平台。2023年进一步推动省议的预算决算公开工作，并规定各省内应该集中时间将财政预算决算、部门的预算决算交三公经费预决算、会总三公经费预决算等内容，伫每年的3月31日基准公开。为了进一步规范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建立完善人体器官捐赠协助交分配体系。日前，国家卫计委出台了《人体捐献器官协助交分配管理规定》施行，新规按2013年9月1日开始施行。规定明确，捐献器官必须通过器官分配系统进行分配，任何的机构、组织交个人，未做到器官分配系统外限制分配捐献器官。感谢收看今天的红岩报道，咱再会。
容易产生头屑。新青阳男士含冰爽薄荷，人参有效去屑，让我净爽无屑。新青阳男士全天净爽感受，无懈可击。我的鸡吹你十啦，吹一十五，婚宴喜庆成心上的酒宴喜多多。闽南民俗文化活动的首选甜品喜多多，喜多多。每个角度都很完美，华美精细面部整形，从细节到整体，每一面都精雕细琢，精致面容宛若天生。泉州华美整形美容，喜酒烈烈强，喜酒烈烈强，天生配着对。好代志，好饮料，喜酒烈烈强，喜酒烈烈强。好代志，饮好酒，中国之酱，莫代汉酒，饮好酒。好代志，酷热出油容易产生头屑，新青阳男士含冰爽薄荷，人参有效去屑，让我净爽无屑。新青阳男士全天净爽感受，无懈可击。农家新椰果 Q， 草莓味儿，雪梨味儿，哇，蓝莓味儿，谷味椰果更 Q 更带劲。农家青，热烈祝贺金轮牌大米。迎接中国第一名商票。这里是泉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收集到家伙身体有保守，各位你好，我是林炳珊珊。七月养生啊，唔通离开修养这个原则，要将这个保养体内阴气啊，作为首要任务。运动呢，也是顺应这个原则，啊，就是说哦，这个、运动量唔通伤过大，应该要选择较轻松、较平稳的种项目，像有去爬爬青云山咯、大平山咯之类的，皆是未歹的选择。那么在这个规则来用色要什么需要咱注意呢？这里来看今天的节目。会晓食有法人解除疲劳，下手之高经常会感觉说身体也疲劳，这跟体液偏酸有关。在加食碱性的食物，就有法人中和肌血疲劳的时节所产生的酸性物质，有助于清除疲劳。所以在饮食调整面顶，就加食一个含维生素的碱性食物，比如甘马蝶咯、红菜咯、梅林子咯、葡萄咯、个梨啊等等。随身的时阵啊，嘴就合了。有一个人啊，伫咧随身裤的时阵啊，嘴个剔开，其实这个习惯是也无好诶。淋浴个喷头是病菌的温床，热水器也是细菌藏匿的场所。冲水头部的时阵啊，最好是嘴合了，才会等细菌通过水流入去体内。流鱼甲肥鱼相比起来，上岸较健康呢。流鱼是野侪人计也爱一爱一款海鲜，但是有人说啊，流鱼的胆固醇含量偏高，食一嘴啊就等于食四十嘴的肥鱼。实际上啊，流鱼虽然胆固醇的含量比常见的鱼类较高淡薄，但是伊的脂肪含量低，而且蛋白质的含量高，比肥鱼啊更有营养。现在咱正吃伫黑手指高，那人体啊，伫这个黑手高腿的时阵啊，比较容易破病，所以更加要注意养生之道。那所以咱就有请泉州中医苏家副主任医师，伊将为咱带来一下养生的好步骤。莫惊开，所来节目更加精彩。虽然即马的水果已经是立秋了，但是气候呢，原来是也热爱，并无秋里的天气凉爽。那么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节啊，应该要注意什么呢？一个有倒在上机病呢？民间有秋天不吃姜的说法，到底对还不对呢？继续关注咱本期的养生之道。秋季要怎样照顾好身躯？咱最近来请教先生苏家富。今仔请的呢是来自泉州中医院针骨科主任医师苏家富，苏先生你好。主持人好，各位乡亲，大家人好。
咱民间有一句俗语话叫做“早日秋较冷飕飕，暗日秋啊是较热时骨”。那民间认为说，这个秋的时间哦，那是得到这个早起，天气呢就会较凉爽。而咱今年吼的立秋哦，拄好是伫这个七号的下晡四点二十，那属于这个晚立秋热时骨的。不管民间的这种猜测吼是唔是正确，咱的这个天气呢应该阁是持续高温。那面对这种持续高温，而且吼，这个湿气。